每个女人追求的都是想要得到对方的疼爱，而一个男人真的爱你，就会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。其实看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爱你，其实看这三点就够了。爱你的男人总会想方设法表达自己的爱意。一，爱你的男人会跟你动嘴，愿意哄你。一个真心爱你的人必定是能够去包容你的，会用自己的真心去实际感受你的情绪，你的喜怒哀乐，在你闹情绪的时候愿意去哄你，在你们有矛盾有争吵的时候，虽然会跟你动动嘴皮子，但是还是会丢掉自己的情绪去哄你开心。爱你的人才会愿意包容你的脾气。二，爱你的男人会跟你动钱，愿意满足你。都说考验一个男人真心的一个方式，就是看对方愿不愿意给你花钱。愿意为你花钱满足你的愿望和念想，会给你制造各种惊喜的男人一定是爱你的，因为只有爱你的人才会给你你想要的东西，会愿意在你身上花心思。一个主动跟你谈钱，愿意把自己的全部都给你的人，绝对是真爱呀。三，爱你的男人会跟你动心，愿意了解你。遇到一个自己动心的人是很不容易的，对于男人来说，只有真正喜欢一个人才会想要对他好，会对他动心，而动心的特征就是愿意把自己的所有都表露在你面前，跟你坦诚相待。他会愿意去了解你的生活和世界，会愿意去懂你内心真实的样子。对你动了心的人，总会在言行之间透露爱意。